是觉得中路很强啊。对对对，可以再玩两把。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。你还要那么强？他如果是红开印，那差很多哎。身为一个称职的上单，应该会玩个一两只 AD 角色吧？他以为是南王上路啊？那狗头以为是南王上路。然后玩魔豆啊，魔豆一定会推荐给狗头很爽的超级弱智。还是打过一次示范战斗。麦克玩的不错，是不是？打一级就看得出不错吗？对啊，他幻姐是拉的不错啊，但应该没有用。狗头人带闪现，带闪现是会玩还是不会玩？我认为就不会了。啊，没有等到他靠呗。人出不来，哎，但他耳钉玩。麦克会跑线哦，他会先到哦。能他先到了，他要到了，他要到了。可以杀，可以杀。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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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死，他死了。看你要死了。哇，没死哦，没事没事。杀光，杀光。哇，很舒服。杀光。可以呢。你这个牺牲的有量。牺牲的有量。这个狗头顶级脑秀哎。线被我搞炸，就直接来野区搞我。我扛着蓝爸把他杀了。红了，红了，红了！哎，不，他被鸟，他在咬，他走吧，他没走，没走啊！你在哄我，你还吃鸟？没事，杀光了。我的命应该没有那个鸟重要。不一样，上一把我男枪嘛。哦，男枪要男枪人 C 啊。啊，虫子前面要带节奏、哦。我懂了，干，绝对不是因为你喜欢自卑，是因为男枪的角色知道自卑。没错。哦，牛逼啊！想吃炮车？啊！靠背啦，不让他吃炮车，受到惩罚了。我怎么觉得是你在搞我？没啊，我不让他吃炮车很合理吧？啊，你不是说麦克玩不了啊？你吃兵还比、啊、我被搞啦、啊、我被打野搞啦、啊、没办法吧，我可以去下啊，要不要来？可以哦，看你在可以打哪看，看你在 MGG 了，还有吗？小鸡一个、一没闪，一没闪，起飞 OK， 就说看影子在旁边看戏，我觉得可以破到这一次，不能连针，不要连针，连针太拼了。干你娘，干嘛收我税？你又收税了，你他妈故意的吧？你就是故意的。你他妈路过中路就收人家税。不是，连干上一把他妈，上一把他妈为了那个鸟不帮我，然后这把他妈收我税。好吗？好吗？这个帮你，帮你打闪嘛。连根比较赚吧。你本来回家买不了大招哎，连根完可以买嘞，这样比较起来是不是感觉掉这台炮车好像就没啥了？哦，哦哦哦！哦，好悲啊！顶级送头，严格来说，他们的中路也是有点差的。给你加支持五，弥补爆掉的友谊潜水艇 XD。拿到你可以再走，开始搞中啊，一直来。你等下路带吧，下路已经开通了。不走，我没白走，对面都一直来。我玩炮娘，对面一直来。不过也没死啊，他们一直来，都在靠背走。有没有可能你看起来像 AT？ 没道理，我看起来像 AT， 啊，我就没有车，没有死啊。靠背啦。艾克会肥哦，艾克玩的还不错。再肥应该也没有天条件。就是肥的不会 carry 了。我还可以 C 十分钟。再 C 十分钟而已。看你这肥的不会 carry 的角色，你还要抢人家炮车。再 C 十分钟。觉得这 EZ 也
点可口的，那我没鬼步。好可悲啊，伊泽瑞尔！哎，我们的 AD 也好可悲哦，是小丑在 carry， 不是 AD 在 carry。小丑兔叠出403 AD 033，你有没有想过是野辅在 carry？ 为什么要排除这个可能性？我们说下路啊，我又没有说打野，我们说下路，我们说下路吗？他的傻逼！哎 ，TP 了，要走了，狗坤来了，走吧。想干拉库斯，操！哇！开送，急送叠书，感觉快翻了，要翻了！你的神力已经要结束了。丹龙在手 ，Stanley， 不要这么悲观。我们是在很贵的，最后决定要出孤儿战术，决定好好当个孤儿。这蓝可以看一下，十秒，艾克一定会来哦，艾克一定会来。看你在，看你在，这边不好打哦，说实在的。我们没有小丑，我们没有小丑。好，要有人带中啊！我们的 AD 在不知道干嘛，他在吃红。我送点书。努力。哎，抓人，抓人，抓人！干嘛？戴耳机了吧？哎，这个，大哥，大哥，我杀他十二次，快干！来，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！可以，可以。干烂，好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对哦。对对对，管管得到吗？居然躲你的那个管！哎、欸，真小。哎、欸，牛逼啊！四龙刚好。看着这个人头的分布，感觉我们出的几率比较高。解说已经满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师傅吃到，跟谁会？小雨让一下。哦，呜、哦，干掉桶神哦！没有，有点绝望。打野剩100滴血，可以了吧？我们可以克了，我觉得。艾克25层怎么开？艾克死了，兄弟！艾克死了，打野剩100滴血，赶快开了！你要开了，有人。那不要开了。怎么办？我做孤火战斧又看引爆就不动了，好强啊，孤火！哎，你们可以处理他吧，他死了吧。哎，我做孤火战斧又看引爆，我要260而已，好可悲哦。哦，吃刀！哎、欸，我打得赢狗头人吗？你帮我判断一下。我搞定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我打得赢。他刷很多哎、欸。看到，来，可以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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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狗头就干狗头，很肉是不是？啊，你就多能肉，啊，你多肉，别多烂，狗头多肉，海妖杀手直接多烂。可悲！哎、欸，双线，双线，直接缓着了，缓着了。Nice， 特哥顶得不错。他都没闪，追到底了。我直接带下吗？直接堕烂，游戏结束。纵观这全局我的发挥，你还在意那一台炮车吗？感觉是我在借。不是，刚刚那个艾克也是我杀的，也不打野打残、嗯，你们才吃霸龙的、嗯，想着怎么跟你有关一样。不是啊，嗯、我不然明明你嘛。哈哈哈！哎、欸，追他，追他，杀杀杀他！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杀他，杀他！跑很小、哦，但我要死了！哎哎，你自己说不要急了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！真的不要急啊！你在干嘛吗？怎么又我了？你在搞啊，满城的啦！是啊，这画面我见过。干这把输了，我再吃你十来炮手。干他妈，你就是故意的！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？干，他们远古龙了，怎么玩呢？直接钻进去，就进去啦。嗯，钻进去就进去。真的啊，我蛮王可以，这他怎么可能在我摸到夺宝前？从、哦欸、左边钻，从右边钻。啊，干不行啊，你去右边呐、啊！一起左边，一起左边，那一起左边，那一起左边。总不可能把我们两个都杀了吧？哎、欸，我们出来，出来了。哇！
他自以为下路线推出去，我们就碰不到。哎、欸，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不理他。我确定是他，不理他，不理他。我直接投弹。跳跳跳跳可悲，看着他们每个人都 recall， 然后很想守，真的可悲。然后我在那边跳舞，你有跳舞吗？我有跳啊，我一直在跳，超级可悲。我就说不要狙嘛，你看这样多好玩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伤害，还以为我们输了。这伤害分布比较像我们输吧？哎、欸，那个艾克很强哎、欸，我觉得艾克是小戴、欸。哦，先这样啊。休息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兄弟，什么？你看我说他，哇哇，哇痛哇痛哇痛，牛不牛掰？我喷你一下，哇痛，他这辈子都站不起来，来喽，哇，我好快，我好快，呼呼，追着别人喷，呼呼呼，结束了，赶紧绕开。